容易不幸福的人，他一定是忘了自己为什么要结婚的了。如果想幸福的话呢，以终为始，确定你的终点，结婚是为了干嘛。你看我岳母当初是因为重男轻女从甘肃逃婚逃到了陕西跟我岳父进行结合，我岳母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谁能接纳我的女儿对我女儿好，我就能跟谁一起照顾她的家庭，一起生活。所以在那个年代，她的目标是很容易实现的。所以在没有感情的时候，她觉得那时候也挺幸福的，因为我岳父是一个说到做到，对我老婆挺不错的，挺温暖的，挺包容的一个人，而且很照顾的一个人。包括我老婆自己都说，小时候都觉得爸爸对她真的比其他的还要感觉要好一点点，虽然也是不说话的，但是是陪在身边的，有需求也会在自己能有的条件下去满足的。所以我岳母当初也会觉得很幸福。后来我岳母为什么和岳父会吵架，会觉得不幸福呢？我当时就问过岳母，你当时第一条是不是就是要他对你女儿好就可以了？他说是的。我说你后来过得之所以不幸福，就是你后来又要他给你的爱，他没给足你就生气了，是不是？他说也是的。所以请记住，容易不幸福的人，他一定是忘了自己为什么要结婚的了。所以后来我岳母如何可以过得更幸福呢？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来到我们家之后，他发觉自己最爱的女儿，最在乎的女儿生活得很幸福，并且被疗愈，而且换了一个人，脾气不再像以前那么急躁暴躁，喜欢跟他怼的时候，并且他也见到我是如何爱我的太太，如何经营我的婚姻和幸福的时候，并且也被我爱到和照顾到的时候，他这个强硬的黄色慢慢柔了下来，并且因为他被温柔以待了，所以他也温柔对待我岳父，并且温柔对待自己的小孙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又开始幸福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记得，就是以终为始，确定你的终点。